我觉得出 AP 我第一件也要出电刀。我操，两级来抓我是吧？我用的牧马人二代，牧马人升级版。AP 要第三件第三件做那个第二件吧，第二件做那个下一步知道的 AP 的话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撑到第二把。集双龙之福佑于一身，未有几个凡人能做到。捡人头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如果真相带来痛苦，便只会雪上加霜。来吧，先推一下。收菜的。收菜啦，他居然有伞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忤逆神龙者，在我的剑下横行。哎，不死两次，对面点了怎么办？那就 AP 不就出不成了吗？那就出不到 AP 的。哎呦，又是一点血去跟他对线。又是一滴血对线，有果子。这波没闪了吧？哎，好像出不到的呀，那边十来块的。
龙所闻为寓意，此二者不可分割。哎，完美的计算，我就知道他要把我溢出来。完美的计算。OK， 马上可以出 AP 了，突然电到了。可以转 AP 的，话说之前玩大师的时候好像也是属于 AP 的，大师级在那里玩 AP， 不过那个时候 AP 确实还可以，电刀没被砍的时候。会点吗？什么？九分钟就点了 ，AP 根本出不了。